就是这把他拉出来了，我儿子，这是大儿子31岁了，简直现在在省市医院。全身骨折，骨折，盆骨骨折，尾椎骨折，颈椎骨折，这眼锁骨折，这骨折，脚趾的骨折全部扎伤。只要来医院头有国家我就放心，有政府要救他我不放心，要把国家要把救好不？现在国家好得很，我放心了。对，是很难呀，对我损失很大。我一辈子我的三楼的五间房子什么也没有啊。是你看。